法的鹿谷区哦。那过去历届三任县长，那在这一任终于把它 OD 出去。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 OD 的这个厂商非常用心的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整理。那现在呢，这个豪华的一个露营哦，已经开始了哈。那这里面呢，大家可以在这非常豪华的里面吹冷气，然后露营。那最重要的话，在晚上可以听到这里的山间的虫鸣鸟叫。那最主要，这附近有非常多的观光工厂，包括有这个织袜的，包括有手套的，还有我们在地非常多的农特产品。那未来这里也串联到我们的田中二水，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幸福东南角的一个这个区块。那由这里开始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套装的一个旅游，相信大家可以在这边有好的享受，有非常好的天然风光，那也有非常好的农特产品，可以就在这边地方呢，三个乡镇就可以得到。那在这边再一次的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记得五倍券哪里来，来彰化就对了。董事有没有什么那个个案哦？那坦白讲，我们的最优势的就是在彰化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先天的这些丛林绿树，甚至还有一些水。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这边有美人汤。我想很多彰化的地区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之前我来的时候，人家说啊，彰化竟然有温泉。可是确实，它这边是我们所谓的美人汤啊。那希望大家以后呢都能够来这边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五星级的露营，什么叫做你白天你睡在你的那个很舒适的这个五星床上面呢，然后你又可以去泡温泉的这种舒压，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的生活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以后台湾大概都找不到能够如此优越的这个豪华五星酒店。来这边呢，它是五星级的这个露营享受，那又有我们的这个山间的虫鸣鸟声。然后呢，这里的空气又特别的好，然后早上起来又可以到附近的清水岩寺哦，来拜拜祈求平安，可以走十八弯古道啊，好好的运动休闲下来。可以放这边，来看这边喽。对。边。好，中间再一次，一二三。好，谢谢。好，谢谢。一正式插旗，在我们彰化县的社头乡将成为我们最新的新地标。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到我们清水南方，好，我们台上贵宾一起比个赞，我们手上有手。